虎妈也会累，林熙蕾巨声老三喊结扎。3, 2, 1, please open the door。猎女神林熙蕾今天为台北这次 Hunter 亚洲神内概念店开幕，蕾蕾当妈后每次回台出席活动都是快闪啊，心思全放在家人身上。我的小孩不是双胞胎，但是以前看人家穿双胞胎就是一样的衣服，觉得有点太多，但是我现在希望我的小孩可以穿一模一样的衣服，然后跟我一起，有三个母女三人可以穿一样的造型。但蕾蕾对现在流行的亲子时镜秀倒是兴趣缺缺。不要有亲子镜，我不要。对他们要睡午觉的，他们准时6点要吃饭，所以然后7、8点上床。姐姐8点睡觉，妹妹6点半、7点吧。之前是谁说我虎吗？虎。妈咪澄清，那只是带小孩很有原则。我不会打小孩，我也不会骂小孩，我只会严厉的跟他说：“你不行这样子。”他还是会，你知道我的眼神。如果他真的继续做不应该做的，我就不理他了。他就会说：“妈妈，不要。”No。有计划。我们计划结扎，而且3个坐飞机很奇怪，就是5个，你知道，就是。一个一个会多出来，不管是爸妈或者小孩，一定会一个人做啊。你考量的跟想好不一样。英国的 online 跟想好不一样。好。